中餐厅第四季杀青，合照中金线杨超越、赵丽颖、黄晓明新照来袭。7月20日凌晨2:46，中餐厅官博宣布了一则好消息，那就是中餐厅第四季终于杀青了。在最后的大合照中，居然惊现了杨超越，最右边中间刘海撩上去的人则有点像是王俊凯。杨超越算是在合照中辨识度超高的了，本人的造型和过去没什么区别，其他人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。通过这次合照，大家可以探测出很多讯息，如后期有哪些嘉宾加入，可能会有你们喜欢的明星哦。中餐厅拍摄的时候天气正热，看赵丽颖在户外出行的表情就能看出来天气到底有多炙热了。虽说天气很炙热，但在赵丽颖的新照中打扮的一点都不随意，白色 T 恤搭配毛线 V 领毛衣分外时髦。看着赵丽颖忙前忙后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内心都要被融化了，清新的画风太有渲染了，期待中餐厅的播出。